主料，土鸡蛋三个，辣椒三个，辅料盐、鸡精、糖、油。准备时间十分钟内，制作时间十分钟内。鸡蛋加盐加点水打匀，辣椒切丝，预热留下辣椒边炒下，倒入鸡蛋，晃下锅，把鸡蛋晃均匀，鸡蛋搅散，加盐、鸡精、糖，翻炒均匀，装盘开吃。烹饪技巧：鸡蛋放点水比较松软，比较好吃，大家可以多加点辣椒。我不怎么喜欢吃辣椒，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访问 TT News 点 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